胡鸿钧演戏被弹当做 bonus。许廷铿、胡鸿钧、陈柏宇等人日前就出席2016劲歌金曲优秀选第一回。Hubert， 你首次拍剧就被网民批评你唱歌好过演戏啦噃，你有冇受到打击先？好打擊啊！咁我本身真係歌唱比賽出身噶嘛，我本身都係歌手咁，同埋我覺得呢一句咧，即係證明佢有留意我做戲咯。咁係好開心嘅，因為始終今次呢套電視劇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大嘅 bonus， 即係冇諗過，即係一開始仲擔心自己，哎呀死啦！套劇出咗會唔會俾人鬧啊？會唔會俾人話哇做戲好差？你都係翻去唱歌啦咁樣。咁但係亦都出乎意料地嘅正面嘅聲音都幾多，咁我自己係好 surprise 嘅。咁拍完姜之后，你又想唔想再拍剧啊？我想啊，因为我嚟紧即系你译网友啲意喎。点解啊？网友叫你唱歌，唔系佢叫我，佢个专心唱歌唔代表唔俾我拍剧啊嘛，系咪先？咁我都可以一路好专心唱歌，一路都好专心拍剧嘅。咁啊，我都想嘅，因为真系几好玩，我觉得，同埋都真系令我学咗好多嘢。